第五题，阿雷博士改良滑板，让滑板采取电力启动，启动后可利用喷射引擎让滑板像火箭一般喷射前进。当启动电源后，此时使滑板前进的力是什么？那么题目已经告诉你了，这是跟我们的火箭是一样的。我们上课跟你说过了，我们火箭之所以能够向前飞，是因为它把一些气体废气向后面喷，然后呢这个废气给它一个反作用力让它向上，所以呢是它所喷出来的气体所给它的力量。因此我们知道这题的答案呢，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B， 引擎喷出的气体给滑板的力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滑板前进力量是什么，我们要选的是 B， 引擎喷出的气体给滑板的力。